反正冤种大哥随便宰吧。直播间直播的时候碰到一冤种大哥，打给我上一嘉年华，搞得我不好意思了，所以说我准备坑他一下的，9.9元不包邮啊，给他一个打码卡，小500克过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料形是非常完整的，飘点绿花，压灯的话看表现。反正9.9元不包邮这种东西，我就不需要介绍太多了吧。反正冤种大哥随便宰吧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完给你们看。9.9元不包邮扔给粉丝玩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我就懒得介绍了吧，长得垮了你们自个说吧。来，去了去皮，你像这种东西它是玩雾层的啊，所以说打皮的话不敢打得太深，一把雾层打掉之后特色就没有了啊。可以看到黄雾是很漂亮的，这个地方呢有点飘绿花，自然光也是可以看到的。如果通过雕刻的话是可以把它翘出来啊，非常非常美的。9.9元不包邮，这个东西雕一个手把或一个小摆的话，长没长你们自个说吧。好了，非制品呢给你精品，喜欢非制的双击加购。